殿下，您这是开门。是。你为何不陪他？谁说要去陪他了？凤阳王说的。他说的，他去陪了。哦。南城王府的人，那是周将军。周将军。他们要去哪儿？西安门。那我们呢？出城。正相反，走。师兄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今夜的西周真是如元宵节一般热闹。答非所问，必有隐情。过去西周是都城，宫中御厨常住此地，后来形成了习俗，就有了这条街，汇聚了四海奇珍。你常来啊？刚到西周的时候常常来吃。想吃？嗯，走，我带你去吃一个更好吃的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爱奇艺